老婆，你真的希望我去美国吗？我当然希望你去啊。没有我，你真的没关系吗？寿铁，你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，真的太帅了。那不是蒲老板吗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可以拜托你说服蒲老师跟我去美国吗？蒲老师现在才27岁而已，他还有很美好的未来在等他。我现在终于想清楚了，蒲老师，我并不喜欢你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绅士与小姐。